耶，我记得昨天把古人迷得耗子偷到长岛的领导嘛，老婆不在了耶。张若啊，你来找，找到起我们两个打火锤。要得，大哥，绝对完成任务。哎呀，糟了，大哥，我遭拽进去了，快点把我拉出来。真的，你老是天天欺负我，老子哪里出气？对的，大哥，龙大爷，他老是天天欺负我们，我哪里跑，给老子过来。你拽得很的嘛，还弄不弄我？大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是天天空虚寂寞冷呐，有没得小哥哥来偶一下嘛？哎呀，我靠，你好帅呀！妹儿嘞，你长得好乖哟。我靠，那都是我梦寐以求的男神到嘛，我一定要把他拿下。帅哥，有没得时间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嘛？我啥子都缺，都是不缺时间，走嘛。哎，张若啊，你看我钩子是不是长了一颗痔疮，有点痛啊？兄弟，你也不来的是痔疮嘛，是青春痘，多人去扯火都好了。日妈，工人去找你妈噻，我哪里有嘛？你有，你看见吊起那么大一坨，快点给我吃。日妈，我那个不是，吃不得。我都要吃，快点给我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